古惑仔彩排曝光，小春偷笑走错位。郑伊健呢班那些年古惑仔最近为咗演唱会就默默彩排，一出场排舞小春就走错咗位啦。跟住跳得好地地嘅，又无啦啦喺度偷笑啊！撇除晒呢啲哈碌嘢，其实都几有型有势噶。见到佢哋排舞排到咁开心，就知道呢次卖飞嘅反应相当之好啦。因为都好 hit 晒嘅飞，即系因为卖晒。又开又市面，而家出面市面上系好啊，真系好。一百八零八零蚊，我好奇怪啲冇啊。